我们俩的重头戏来了啊，这个变态辣的这个 chicken tender 啊，怎的了？哎呦我的妈，不赢了。今天浩哥在家说要带我出去潇洒潇洒，开他这个新的小玩具出去，吃点好吃的，到那儿你就知道了。哎呀，浩哥买完他这个大玩具啊，还加上不少东西了，就喜欢玩车。上车吧，美女。美女，还叫我美女。这个副驾驶就是好。什么副驾驶？这是女主人的位置。那这是女主人的位置。我妈搁家瞅那个小的，咱俩出来放个假，是吧？开车带你兜兜风。这推背感，哇塞！听说这边有一个这个最近比较火的一个炸鸡，所以这个我们过来尝一尝，吃一吃。他们家有一个叫什么叫变态辣，变态辣，对，我们挑战一下。哎天哪，是不是超级辣呀？对，超级辣。要点这个最辣的这个吧，要签一个生死状，就是说你辣要是有什么问题的话，都是自己的责任，跟他们没关系。所以我们今天。看看他们俩挑战一下，那这是应该非常的辣，挑战一下看能不能吃。这个浩哥开始欠字了啊，怕他要是太辣了，是不是？浩哥现在帮我们准备点饮料，先喝一点。万一要是太辣了怎么办呢？小牙蛋刚过来了，说你确定你们有那么辣吗？是不是？浩哥就说确定，你放心吧，两个都是咬最辣的。然后厨房的刚才也瞅你，你确定要吃这么辣呀？ OK, thank you。 这个是我们今天要挑战的东西啊，挑战挑战。没事，你们也知道 Eric 姐能吃辣的，不怕辣，就是吃。饿了，我闻这个味儿我就饿了。 Yeah 今天消费50多，我们俩点的时候，他们厨房的人都看着俩，因为我们俩点了一个变态辣，要签生死状的那一个，他们都得合计这两个人，我来呀，挺能吃辣呀。我们俩应该先吃哪个？哪个是最辣的？这个是，先试一下这个chicken sandwich 吧。那个是最辣的吗？还是那个？不是，这个 tender 是最辣的，这 tender we should save to last. Tender save to last. Yeah.Okay. 先吃一个这个哈，哎呀，先吃个薯条吧。Here's a thing. 尝尝薯条什么？挺 crispy。那薯条挺辣。Crispy treat。哎，你那个就比我长呢。来。太辣了。它这个鸡还行。它这个炸鸡挺入味儿，这是中辣吧？这是中辣，我怎么感觉这中辣都这么辣了呢？这中辣也是，也挺辣。你看那个面包也全是辣椒油。再咬一口来，你主要是酸黄瓜干嘛的不？这酸黄瓜是解辣的。完了，来给你看看这面包啊，真的，那全是辣椒油哦。喝口水。它的味儿挺香的，它说这味儿挺好，外皮酥脆，里边就是说这个熬的猪血熬的嫩，对，这个鸡肉还挺嫩，然后还挺入味儿。再咬一口，爽。下一个吃啥你安排？我们俩要吃我们俩的这个火枪鸡腿啊，这大鸡腿看着就哇塞。 Oh my god, 为什么叫火枪鸡腿呢？啪啪啪，我才啪啪你啪啪。 My god, look at my finger. Yeah, 这个是中辣哈，我跟他说，他说是你点个中辣吧，香鸡腿来。哎呦我的妈，你瞅着这都放多少辣椒面这都放多少这个辣椒来。 Cheers, 咬一口。你咬这个。哎呀太烫，汁水又多。我感觉这个中辣也挺辣。完了，我的屁股屁股整坏了。哎呀，你的嘴好着的。你把这些放这里头。对。我的嘴是不是全是那个辣椒粉？还行。
过瘾，过瘾，当当当！我们俩的重头戏来了啊！这个变态辣的这个 chicken tender， 我怎么感觉我这手有点发抖呢？啊？你不跟我俩一起试一下？我跟你一起也行，你现场。啊？怎的了？还行，哎呦我的呀！你怎么还咳嗽呢？哎呦我的妈，慢慢有点辣了，不行要干了。你能吃吗？我一天我还能吃吗？再咬一口，哎，不行，这第二口上劲了，这第二口上劲是挺辣，哎呀，哈哈哈哈哈，哎呦我的，不行了，太辣了。你还有没有水呀？太辣了，不行了啊！ You scare me。 第一口还行，第一口没上劲，第二口不行了。不是，我有点不敢， you know， I wanna breathe， 我感觉我一 breathe 这就辣了。吃个双黄瓜看看行不行。不是，今天我们要的不就是这感觉吗？那就吃吧，刺激。干嘛呀？感觉这口不好吃了。这是 Supreme 辣。哎，不行，太辣了。你看，给咱俩辣的都不说话了，不行了。我的妈，这舌头！是，这舌头得有100度，太烫。没想到它会那么辣。它这辣椒粉有可能是用那种 ghost pepper。哎妈，给我辣哭了。你看我眼睛辣的鼻子浪烫的，都给我辣紫眼了，给我辣哭了。湖南菜那个辣我能吃，它这个辣它是怎么做的呀？不知道，它这个那不是鸡，那就是辣椒着火了，战斗力不够强。嗯，战斗力不够强，我感觉一般人战斗力都不行，这个辣受不了。但是那 medium 还行。 medium 嘛，就是说我们吃还行，但是这个最辣的这种只介于尝试，不能常吃。 这涮黄瓜不好使啊，涮黄瓜它这么辣已经不好使了。这不够了。我都不敢喝。现在还行了，我们俩只吃两口啊，只吃两口。你说的对，真对号。就第一口我感觉还行，第二口你知道为什么？第一口还没上劲儿呢，等到吃第二口这个才反应过来、才缓过来，它这个辣度，怪不得要签生死状。我现在说话这嘴都不好使了，我感觉那玩意儿就是玩的，对，我的头发都要冒气了。它这个已经尝不出来什么味道了，它就是辣。怪不得那厨房都出来了，对，我说你确定吗？明天不好吃，薯条也好吃，他说那酱也好吃，其他的都挺好吃。其实它这个 chicken tender 啊，我们俩要是不是点这么辣的吧，也能挺好吃，也能挺 juicy 啊，然后脆啊什么的。收摊了，给我们俩辣的都不行了，把个汉堡吃完了。想给大家录视频都没办法，这个专心录视频了。说话，刚才有一个小松鼠来了，然后浩哥先喂他一块儿，那松鼠都不要了。没有办法，哎，他都觉得辣。但是总体来说，他家这个炸鸡性价比还是挺好的。是挺好吃，就是给大家一个 warning， Supreme 非常的辣。有想挑战的可以挑战一下他家的这个魔鬼辣。对，试一下。你们说 Supreme， that's called 变态辣， right？ Yeah， 变态辣 Supreme 下 spicy。 哎呦我的妈，我这嘴就辣肿了，这脸怎么回事？哎呀，我还有点上鼻。行了，走吧，咱都吃完了。行了，走了大家。这个 hotel 都有特色，这应该是 hotel 吧。来给你们看一下。好看哈，这房子好看，但是那个车更好看。就忘不了你这个车，是不是？对。然后就是谁坐那副驾驶那位置，是不是也好看？是。我们也该回去了，就先跟大家拜拜。拜拜。